我已经订好一个 motel， 你让小孩睡最内侧，啊，你睡小孩后面，啊，我要睡你后面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啊，条件就是你不能出声音这样子。你看昨天看到 A 片里面的剧情是不是？我跟我老婆的感情应该是有口皆碑的啦，因为我老婆出门都吹口哨，这一点大家都是有目共睹。有掉监视器没有？那我个人哈，我也不像他们说，他们都要满足老婆的物质生活啦。那我倒简单啊，因为我就是出钱出钱嘛，很罕见哦，有人好出一张嘴，哎呦，就能够搞定一整个家庭。我过去在节目上分享很多了，最近发明一些新的撩气的一些甜言蜜语，怎么撩来？在家里面电视看着，对，哎，老婆啊，哎，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吗？哎呦，嘉义人不是？那老婆就会说，嘉义啊，那你不是嘉义人？嘉义医院啊。我说我不是嘉义人，啊，你是？我是你的人。你应该有被遥控器丢过头。有一次，他又坐我旁边，我就在他耳朵旁边吹气，呼气，然后老婆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这样子一直在呼我？我说，因为我只在乎你。刚好雅雅是属于那种冷漠型的，对，看你能演冷静，看你上面吃的，他是这样，是还行。他的人就是你弄他哦，然后他会脸涨红，可是他表情会有点不悦。你弄他那会脸涨红，我们又没弄过你，弄过。我一直说他会这样，他会说。不要，然后会看着你哦，那眼神相当的那个冷酷哦。去洗澡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去洗澡。干嘛？没有啊，等到我洗完澡以后，他已经坐在床边等了这样子。哎呦，行动派，因为我老婆是那种比较看灵的那种的啦。然后我就畏畏缩缩的，因为不知道他真实的意愿嘛，就走到床边，哎，老婆怎么样，可以吗？哎，他会突然抓住我的头，是吧？他就拿了一个鸡腿便当，吃饱了再上，这样。喂，听到吗？有啊，嘿，蛮谢谢你哦，这个哈，为这个家的付出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啊，我觉得因为妻子有小孩幼勇也很久，那个哎，就是嘿，那也知道就很久没有那个这样。你不是都自己看 A？ 我没有看呐，我去哪里看那个？我几岁人？我戴大镜，我就看那种物件要创啊？你半夜都抱着 iPad 在睡觉？我玩 iPad， 我都在看新闻，我都是研究一些国内外的大事这样。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去 motel 也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往事了哈。那我今天因为我就刚刚喝了几瓶玛卡，好像就是觉得哎感觉有在。有在运行这样子，嘿，你不喝到春药是不是啦？没有啦，那有什么春药可以喝？是我已经订好一个 motel， 哦，厉害的了，我那间 motel， 嘿，有滑水道。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脱光衣服在滑水道滑来滑去，我还摸到屁股，你记不记得？那你女儿要再去滑吗？哦，女儿问题我有想到办法的了，就是因为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讲侯昌明教过我们一个方法，就是有小孩的状况之下哦，怎么样执行那个事情哦？你让小孩睡最内侧，啊，你睡小孩后面，啊，我又睡你后面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啊，条件就是你不能出声音这样子啊。你爸的声音会比我大吧？我是说真的啦，我是真心很 sincerely 的要体恤你最近的这个辛苦啦，啊，你看昨天看到 A 片里面的剧情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是真的觉得你很辛苦啦，也这么长久的时间，而且你也都没有被滋润这样子。那你赶快回来看你女儿就好了。哦，好啊，那我跟你讲啊，我那个这样子好了啦，因为我开车回去接你们好了啦，我那个 motel 都已经布置好了，啊，然后回去然后接你，啊你，啊这样子节省时间，你先在我回来的过程当中，先在家里面洗好澡这样，然后到时候就拜托刷，不用
进模特儿家晒，自己晒到拢困这样。你也知道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被看不大。OK， OK， 好好好 ，OK OK， 好了，那就准备喽。我现在那个已经加满油，准备要上喽。OK， 好好好，谢谢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真的要评价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算是表现最好，如痴如醉了，有啦有啦，有啦，他无法抗拒，无法抗拒嘛。人世间最美妙音乐就是老婆，嗯，哎，那种声音对不对？有点闭眼，谁内在哦？刚刚我讲到后来，他是不是这样的？对，最美妙的英文单字就是 R O O。M 论，哦 ，OK 哈，大家看到了吧？所以威廉城平常不是在吹牛的，请坐，请坐，江哥接人，吹牛了，还有你坐在这里，这是我的，我的位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只是看他最后的表现，对啊对啊，起码要看一下，如果现在你现在就靠别人把你顶上来，哦，对不对？他如果要补到后面，就，但是你要自己先跳得上去啊，加油，自己强。我是每次只要跟他眼睛对到，我就有感觉了。哎呦，哎，哦，所以眼睛对到就算一次，眼睛对到就算一次，对，我就，那叫早泄。所以讲得太好了，只顾自己爽嘛，对不对？只顾自己爽，对，只顾自己爽，我想不想？只顾自己，对啊，讲得太好了嘛。他很自私，他就是想要的时候他就一定要，想要当然就要，不然呢？但我们女生不见得要，对啊，而且我们女生想要的时候他也不要。想要说我不要，心有余而力。没有没有，你们这老夫老妻要洗衣服就讲一声就好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样没有情趣。我一开始就是用讲的，好，我一开始就说，哎，来一下吧，嘿嘿，来一下吧。为什么要宪哥？你为什么模仿宪哥？为什么宪哥？不是他的来一下是说，比如现在六点，他说，你要早上还是晚上？早上，晚上六点。早上，早上。比如说六点，然后他说我去洗澡哦，八点开始。他还预约，感觉在预约按摩的，时钟调好了。没有讲很没有，因为我重视那个流程，所以schedule讲好。我六点去洗澡，我洗完澡以后我可能要吃个早餐，所以我还有大个便，所以我这样判断一下，应该八点才能够执行这个事情。但谁会想要啊？啊，对，然后八点没有情趣，然后对，我在7:55的时候，我也会跟他讲啊，我说。时辰已到，大王进宫了，先龙袍。没错，活动在5分钟之后要正式开始了。来，来，启禀大王，请进，请进。就这样。大王，那是不是很有趣？整个都冷掉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那是我觉得那是我的幽默啊。你故意的练题啊吗？太没有情趣了，讲那么白。